李姑娘，谢谢你帮忙。郭大哥有救了。啊，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恕我冒昧，这次长跑大赛，好像是为郭大哥而设的，你跟马教官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的亲戚。是什么亲戚啊？亲戚就是亲戚嘛。我们家是经商的，总之是富有人家，有银两好办事啊。我一定要参加，我不能让我爹失望，我要拿到好成绩。对对，少爷，我支持你啊，来。水蛇长，长跑大赛。你害怕了？你要是能拿到第三名，就可以获免罚金牌。有了免罚金牌，就可以离开这儿，重获自由。真的？你要不要参加？当然要。给。拿去看看。行军手记。是啊，你爹我戎马生涯数十年，南征西讨，尝过短粮十日，遭遇过龙卷狂风，受伤挨饿是不计其数，如何面对逆境，克服困难，全记在这里了。手臂摔断过，那年十岁吧，大概是吧。受伤之处，每逢季节变化，疼痛不一样。这里面既有药方，按照方子抹药，就会减轻痛处。什么？回宿舍，准备长跑比赛啊！我回来啦！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要拿到第三才能免受惩罚。切！冠军是秦风的囊中之物，哪里还轮得到我呀？七日之后才比赛，只要我每天苦练，我有把握能够成功啊！你真的行吗？我真的不想拿第一。第二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一言难尽。青云来信，说我娘病倒了。哦，所以你想拿亚军，因为亚军会有三天休假，你想回乡探亲呐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向马将军请假呢？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我不能无故缺席。那你是事出有因，伯母生病了吗？行军受训，当以国事为重。假如每个人都因为个人私事而请假，谁来上沙场杀敌呢？军队不就成了一盘散沙，溃不成军了吗？哎呀，你只要放慢脚步，拿亚军易如反掌啊。这不行，我不能故意半输。比赛一定要公平。哇，你真是……我还说你笨呢，你还真和木头一样。别和他说了，哎，咱们去练习吧。好。
哎啊，听说上武堂啊举办长跑比赛，哎，不用说，冠军一定是秦风。嗯，凡事总得有个例外。哎，要不给你打个赌？哎，要想打赌，干脆去赌的啊，人家早就开始接受投注了。哎，去晚了还来不及了呢。走，哎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哎呦，对不起啊。钱袋呢？别跑！哎，秦风，偷钱包！站住！站住！啥？哎，别跑！啊！哎呀！你这样太过分了，滥用私刑！啊！别打我，别打我了！我打过你吗？啊！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你还这样？你这是姑息养奸，妇人之仁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钱袋还在他身上。太不讲道理了你！喂，手怎么了啊？是个女的。我你惹上风流债了？不是，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偷，我本着敬恶成奸的侠义精神，当然去追。啊，那么说这小偷把你打伤了？是个凶巴巴又蛮不讲理的女人，她不约而同跟我一块追。当逮到那个小偷的时候，她居然活生生的要把人手斩断。哇，这么凶残啊！我当然制止她了。他就向我动手，啊，就成这样了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好男不跟女斗嘛，尤其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丑女人呐。他倒不丑，武功又高，就是脾气怪点。哼，哎，回去吧，我帮你上点药酒。嗯。尝暖暖身子。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啊？痴心错付，错爱薄幸郎。你真傻呀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为一个男人牺牲值得吗？凭你的姿色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。我盗取家中钱财，然后跟着他远走高飞，可是我没想到他不但骗色，而且骗财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又抛弃了我，我没脸回家见我父母，除了死，你说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别再傻了，天下男儿皆薄幸，为他了此残生值得吗？他拿着钱去逍遥快活，你却投河自尽，那个薄情郎他也不会再看你一眼。那我还能怎么做？找他要回你的钱，更加好好的活下去，活得比他好。找他？他早不知去向啊！你真是找对人了。嗯，欧阳英承接寻人、追债、征产大小事务，由一者至盛业房十号英雄殿。我开的店叫英雄殿，专职帮人排忧解难。我会帮你的。可是我身无分文，付不起酬劳啊！这个男人太可恨了，我就算不收你钱，也会帮你的。真的，我欧阳英说话算数，
快告诉我，骗你的男人在哪里住，叫什么名字？还看书呢？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等我把这段看完啊。什么书那么吸引你啊？平时上课对着课本，你不最爱打瞌睡吗？不会是什么长跑秘籍吧？啊？喂，你偷看？谁偷看？我喝水。这本书啊，这本书是一本千古难寻的精彩巨著。谁要是看了这本书啊，双腿会像飞毛腿一样，我一定能拿到冠军。哼，痴人说梦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闹了，赶紧睡觉吧啊！我要熄灯了。你熄吧，我出去看。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，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同居长千里，两少无嫌猜。喂，山鸡，你在干什么？大鼻子，我在念诗啊。念诗干什么？一言难尽啊。上面那么大风，说话不方便啊。哎，真的是诗集呀、啊、念诗干嘛？你又不用考科举。我想治好我的病。有病应该找大夫吗？我的病大夫难医啊。啊？喂，难道是不治之症？不会传染吧？啊？嗨，你别瞎说啊。哎，我每次见到秦大哥说话总是结结巴巴，词不达意的。哦，所以呢你就借念诗来壮壮胆子，对不对？嗯，平常我可是口齿伶俐的。不一样，见到心上人当然是心如鹿撞了。喂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秦风最讨厌女人了，你别去惹她。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。夜深人静看什么书呢？书，我爹给我的。说起来我还欠你一声多谢，没有你我还待在四国堂。原来你是马教官的亲戚啊，怪不得有恃无恐啊。我从来就是高人一等的。你爹给你的什么书啊？啊，给你看。哦，行军手记。腊月初八，脚上之伤深可见骨，召军医检视，需用刀割去腐肉，无奈麻药用光，军医束手，未止剧痛，口咬枯枝。哎呀，真可怕、啊、爹常说男子汉大丈夫，无论吃什么苦头也不该哼一声，打下门牙和血吞。他真的讲得出做得到啊。行了，我刚刚做了个梦啊，梦中跟我爹一样，沙场杀敌永不可挡。这次长跑啊，我一定要让他刮目相看。那就好。你衣服还没换呢。什么？锻炼身体啊，应付长跑。哎呀，累死了。是啊，休息一下吧。哦，喂，啊，
依你看我们成绩如何啊？跑两个圈啊，才是一里路，我们的长跑路程是二十里啊。二十里，那就要跑四十个圈。我们刚才只跑了五个圈，但已经费了不少时间了。要完成长跑，你们只能用半个时辰才行啊。半个时辰？嗯。不行，我还得继续练习。哎，要是搞不好的话，看来你们得花上一个时辰呢。那这个时间包不包括吃饭和上茅厕啊？哎，要是抽空吃饭，得再加一个时辰才行。我放心。哎，不可以啊！你怎么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呢？不吃饭没力气啊，我输定了。哎呀，你看秦大哥多努力啊，你应该向秦大哥好好学习学习。他做事认真，坚持到底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有长跑必胜法吗？当然有了。古语有云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书中也自会有飞毛腿的。飞毛腿？嗯，书上说的。假如一个人疾走奔驰，就连脚上长的毛也会飞扬起来的。太厉害了！公主，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了，我要自己来。嗯，那我帮你泡杯茶。嗯。你在干什么？哦，睡不着，看看书啊。看书？看什么书啊？神农百草经，看这干嘛？是啊，因为我要找出长跑的秘方来。喂，难道说你也要争冠军啊？哦，知道了，你是为了秦风。喂，你还真是痴情啊。你何尝不是为了落霞而努力呀？哼，随你说。总之五十步别叫百步。嗯，书上说长跑的难度就在于保持气力。我爹的笔记也提到，一鼓作气容易，持久作战困难。书上说最佳战略是留前斗后，心无旁骛，情绪要平和，还要保持稳定的节奏，不急不徐，定时喝水，保持体力，配合天气的变化保暖防寒，吃的食物要容易消化，太饱会头昏，太饿会无力，跑步之前的热身运动不可少。我爹还提到，人平常时的脉象是平稳的。怎样才算平稳啊？哼，把脉就知道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但跑步了之后呢，脉象就会加快了。哦，还真的快了。在跑得更多的时候呢，脉象就会变得更快。哦，很快，而且还气喘吁吁的。是啊，喘气过急，随时会晕倒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晕倒，晕倒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，就不能让自己气喘过去。哦，对了。
秦大哥。李姑娘，找我有事吗？这个是我送给你的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长跑秘诀，是我替你搜集来的。这会对你有帮助的。都是长跑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看了它，会事半功倍的。那我不能看。为什么？我既然要参赛，就要凭实力去拼。如果借助别人之力的话，就像考试作弊一样，胜之不武。但是你难道不想胜出吗？我想亲身体验一下长跑的真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谢谢你。是吗？你要是真的想谢我的话，胜出之后你就请我吃顿饭吧。我听说如意店的菜肉包是很好吃的。好，那我先去练习了。秦风太正直了，不领你的情啊。哼，这是他的优点，他将来当上官绝对不会贪赃枉法的。一定是清如水，明如镜，是个黎民百姓称颂的好官呐。那当然了，你辛辛苦苦抄录的一本笔记白白浪费了。拿去吧，你也要参加比赛的。你给我干什么？别忘了这是我跟你一起研究出来的。你既然知道所有的秘诀，岂非会胜过秦大哥？除非把笔记烧成灰吃到肚子里啊。也是，你跟他有天壤之别。不用这么坦白。骗你有用吗？你有落霞一小半的温柔就好了，总跟我抬杠。秦大哥有你一半的懒散就好了，可以陪着我聊聊天。做梦啊，对牛弹琴。明天就要参加长跑比赛了。对呀，少爷要努力啊，假如再让王爷失望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爹要是怪罪下来，我跟你都难逃一劫。哎呀，别气馁啊，据我分析，秦风是这次长跑的冠军人物，少爷应该以他为加强敌。秦风比我强多了，要跟他斗啊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哎呀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更何况如果要是他在这次比赛中发挥失常，那少爷就能够……哎，别，上次服用大力丸的事已经弄得一团糟了，这次比赛我要凭自己的实力，成败就让老天决定吧。如果这次再发挥失常，只怕王爷会取我的狗命，我可不想人头落地呀。少爷，喝水吧。你们要不要喝水啊？好啊。谢谢啊。东西落在浴室里了。喂，你喝的是哪一杯啊？我这杯啊，不是我的吗？哦。哎，这好像是秦风那杯。这是秦风那杯？那我喝那杯。哎，到底哪杯是你的，哪杯是秦风的？这样啊，你开始倒了两杯，两杯水嘛。如果我喝的是这一杯呢，秦风呢就是这一杯，在这之后呢，我拿了这一杯，那他就是这一杯。如果我拿这一杯呢，这杯就是他的。那我一开始拿这杯换这杯呢，那么我拿这杯，这杯呢又说不是我的，那就是这一杯，对吧？他想喝这杯呢，就放在这儿；我喝的这杯在这儿，那就是这杯。
你说最后我喝哪杯啊？这杯，这杯，是这杯了啊。郭大哥，郭大哥，郭大哥，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走了，快走啊！喂，醒醒啊！哎呀，哎，走啊！谁能赢啊？是啊，你说吧，你说谁能赢啊？我说是哎，腿长的那个，细的那个，八杆腿还能长啊？你傻瓜呀你！精神点啊！我还想睡。郭大哥，你醒醒啊！各位学员注意，比赛即将开始。起来呀！喂，公主，她怎么了？哎呀，糟了，难道是邪灵上身了？快拿点水来，快点！哦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汾阳王的笔记曾经提过，若行军疲劳过度，精神困顿，应施心外力呀，动其四肢，按摩其肌肉，使其活动，使气血顺流。公主，水来了。哦。清水未知，动其五脏六腑，快喝！怎么了？嗨，大鼻子，别发呆，快起来呀！你在比赛呢，快跑！哎呀，这边，嗨，大鼻子，过来，过来，这边，快跑啊！快点啊！加油！哎，我们去那边啊！
本次长跑比赛的结果已经尘埃落定，现在恭请汾阳王为获胜者颁奖。季军得主是蔡建成，获免罚金牌一块。亚军是郭艾，获假期三天。冠军是秦风，冠军秦风获斩妖屠龙刀一把，好样的！你总算没让爹失望啊！我可以得到甲士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惩罚结束了，你不用再回思果房了啊！实在是太好了！啊，对了，爹，嗯，我的奖品三天假期可不可以转赠给秦风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娘病了，他想回去看他。哦，好啊，可以。郭大哥，哎，打住，兄弟一场吗？拿去。喂，啊，我要他有什么用啊？去看一下劈柴有没有刀。啊？这是干什么呀？算了吧，啊，放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为什么要让我吃何主药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还说瞎话！你，喂，这事儿跟我们少爷无关呢，我做的。我本来以为秦风喝了这水，少爷就能得冠军的，谁知道让你给喝了，我也没想到啊！死胖子！少爷！少爷，快救我下来！快救我！少爷，救命！放我下来！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别乱来啊！不要，真是不要啊！不过名叫一泻千里啊！啊，少爷！哎，算了吧，你这次放过他吧。走，你走吧。少爷，快把我放开！快把我放开！我要去茅厕，快放不下来！自作自受，快点，像你这么干的？哎呀，快点！快点！不用了，真的挺舒服。哎，喂，这些卑鄙小人呐，不给他教训是不行的。哎，啊，时候不早，该出发了。这次真是谢谢你，秦云来信说我娘病好了，所以。这么说你不用回去了，那咱们兄弟又可以在一起了，太好了。嗯。秦大哥，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我也一样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娘的病好了，我可以继续在上母堂学习，我要秉承先祖秦琼的遗训，以他为榜样，将来保家卫国，为大唐效命。秦大哥，除了保家卫国，你就没有其他的愿望了吗？其他愿望？看着我呀，你看着我。我知道了。真的？我想。你想什么？吃菜肉包子。啊！我秦风别无所求，除了保家卫国，现在肚子饿了，就想吃菜肉包。好，就吃菜肉包，走吧。走吧。小偷，站住！别让我抓到你！小偷，你的手！秦大哥，怎么了？
站住！恶女人，你太凶残了，居然还是把人家的手砍了。我？哎，秦大哥，跟我去衙门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去？我要告你滥用私刑，伤害他人身体。哼，我就跟你去，看你还敢冤枉人。走，我走。哎，不是要去如意店吃菜肉包的吗？大人，虽然我很想把他的手砍下来，但我的确没有这样做。大人，我确实听到他说要斩下他的右手，而且态度非常的凶狠。喂，捉人要拿赃，告人要有理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他就是证据。哎，是他，就是他要斩掉小人的右手，请大人为小人做主啊！你敢撒谎？我没有撒谎。你是撒谎。他当小偷固然有罪，但必须报官法办。你滥用私刑，罪加一等。我没有滥用私刑，你瞎说什么呀？这要由大人定夺。我没有。阿东，原告被告，你们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？够了，这宗案件十分简单。小偷说被告斩断他的右手，而被告否认。捉贼要拿赃，凡事要讲证据。大人，你先派大夫来验证小偷的右手，判定他是被什么利器所伤，伤了多久。哎，你是官还是我是官呢？住口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派衙差搜集证据，看看当时被告有没有在场的证据，还有调查小偷有没有仇家，因为小偷也算是黑道中人，作奸犯科的事总是少不了的，要斩他的手的人多着呢。别你你我我的，你要告我蔑视公堂，要先找上武堂的马如龙将军研究研究。你看马将军的令牌一个，你还想说什么啊？你是马将军的亲信啊？被告有可能是原告，原告也可能变成被告，为今之策应该把两个人收监再做调查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来人呐，在将二人收监。是。走。这算什么道理啊？两位可先行离去啊。好的，走吧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你小心点。走。哎呀，那些县官啊，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。一桩小小的案子就弄得他们手足无措了。多亏了本姑娘指点一二，现在去如意店还来得及，弄了老半天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你看什么呢？想不到李姑娘这么口齿伶俐，而且理据分明，在下对李姑娘实在佩服佩服。今天没有结结巴巴的，实在太好了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时候也不早了。啊，那快去如意店啊！哎，李姑娘，咱们该回上武堂了。今天是你休假，你是不用回去的。可今天不是你休假，虽然你身份特殊，但是国有国法，堂有堂规，你必须返回上武堂。我跟马如龙说说就行了。即使你有马将军的令牌又如何？作为女兵，你也必须如男兵一样遵守规矩，不能试着令牌自出自入。作为你的好朋友，我必须要提点你，以免你太过嚣张。我嚣张？你教训我？我觉得你毕竟是一块好材料才教训你的，你不要试着自己是马将军的亲朋便到处招摇。我希望你能够踏实一点，好好学习，将来我们在战场上并肩作战。并肩作战。快走吧，要不然关了门就麻烦了。好的。好一句并肩作战呢。要不是那个恶女子出现，我和秦风已经吃了那个店的菜肉包。但是要不是她出现，秦风也不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要不是……哎，剑梅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听到了。我觉得
秦风对我还是有一点点好感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大概是吧。秦风果然是个真英雄，对朋友有义气，而且黑白分明，他真是个好汉呐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啊，老天爷对我可真好，并肩作战。